皇帝的新装下集。大臣来到皇帝面前，将那并不存在的布吹得天花乱坠。皇帝听得眉开眼笑，又重重地赏赐了两个骗子。很快，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这神奇的布料，大家都在谈论这布料，都想用它检验一下自己的邻居究竟有多蠢，有多笨。已经有两位王国中诚实可靠的大臣都去看过了那些布，带回来的消息表明这些布是多么的美丽，多么的奢华。通过这证实了这两位大臣是十分的睿智可靠。接下来就要看看我是否是一位合格的国王了。当然，这是不用猜疑的，我一定是王国有史以来最合格的国王。皇帝实在是等不及，要亲自去看看那神奇的布，于是他选了一群随员，其中包括那位聪明称职的老部长和那位诚实的大臣，和他一起去织布房。陛下，您看这布多漂亮呀！是啊，多么绚丽的花纹，多么奇异的色彩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？真荒唐！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？难道我愚蠢的不可救药吗？这太可怕了，我绝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。
啊，它真是美极了，我十分满意。嘿嘿，是啊，真是太美了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布料。陛下，明天就是游行大典，我建议用这种新奇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，您穿上这衣服参加游行大典。是啊，是啊，陛下。哈哈哈哈，两位世上最好的职工，你们的工作我非常满意，我决定赐给你们每人一个爵士头衔和一枚荣誉勋章，并且封你们为御聘之师。谢谢尊敬的陛下。你们一定要在明天游行大典前用这种布料为我赶制一件新装。是我们一定连夜赶工，赶制新装。当当当当！各位观众，请看世上最美的新装。陛下，新装做好了。啊！快给我看看！这是裤子。你看，这是袍子。这是长袍。嗯，好美丽的上衣呀！哎呀，好漂亮的裤子！哎，多华丽的长袍啊！这衣服轻柔的，就像蜘蛛网一样。穿上它的人会觉得好像身上没有穿衣服似的。哦，是的，这也正是这件衣服的妙处。请陛下现在脱下衣服，我们要在这面大镜子前为您换上新装。新装穿好了，您看合身吗？哎呀呀呀呀，这衣服多么合身呐、啊！哎呀，诗阳多么好看呐、啊！真是一件华贵的新装啊！陛下，华盖已经准备好了，游行大典马上开始。好，我马上就出去，让百姓们看看我这美丽的新装。皇帝的新装好漂亮呀。是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衣服，还有那条长长的后裾，哎，多么雍容华贵呀。孩子，你看皇帝的新装多漂亮呀。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。不许胡说。有个小孩说皇帝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啊。他好像是没穿什么衣服呀。是啊，他确实什么都没穿。皇帝什么衣服都没穿啊。难道百姓们说的都是对的？我该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必须把这个游行大典举行完毕。皇帝光着个屁股在街上走。
真是个大傻帽。